I miss you.欢迎收看 QQ 炫舞追爱记，一场 QQ 紫钻贵族之间的爱与纠葛。Terry 本名王大宝 ，QQ 炫舞昵称赞爱凯爷，舞出你的阳光桥舞团团长，成绩好，长得帅 ，QQ 炫舞能打实心全手连续的 perfect， 他更是高贵的年费紫钻玩家。Roy 本名王二宝 ，QQ 炫舞昵称冷爱元哥，狂拽沙坪大舞团团长，对人又好又温柔。他拥有无数的永久有效装备，更是和王大宝一样，手技能踏平 QQ 炫舞帝国。都说一山不能容二虎，在炫舞帝国，两个人也是自然的互相看不顺眼。更何况一个叫丧爱，一个叫冷爱，一个叫凯爷，一个叫元哥，就是让本围观路人不磕也发的不行啊。所以两个舞团里的小姑娘们成天吵吵，谁是攻谁是守，就是气死我们王大宝和王二宝了。沙坪坝和杨公桥不过是只隔了一站地铁的距离，所以这天舞团里头的人都说出来见一面，吵归吵，面还是要见的。王大宝和王二宝两个人心乱如麻，都颇为重视本次的见面，早早的起了床收拾打扮。所有我的情绪虽然有些问题，小小情绪对我来说。